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在140多年以来，竭力为客户提供安全、可靠的煤气，以及亲切、专业和高效率的服务，同时致力保护以及改善环境，为客户以至香港市民带来优质的生活。多年来，我们积极改善生产流程，并寻求环保以及具经济效益的生产原料，为保护环境出一分力。煤气公司位于大埔的煤气厂房已获得 ISO 14001证书，足证我们的生产过程和管理系统达到国际环保标准。在生产原料方面，早在1973年，我们已经转用石炉油代替煤和重油生产煤气。而在1999年，我们率先利用垃圾堆填区的沼气作为生产煤气的燃料。新界东北堆填区的沼气处理站亦都在2007年启用，减少石炉油的使用量，并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，缓和温室效应。为了进一步落实关于环境保护的承诺，我们在2006年铺设了两条长达34公里的海底管道，从深圳青头角广东液化天然气站输送天然气到大埔煤气厂，与石炉油并用作为生产原料，减少排放温室气体，保护环境。在炉具方面，我们不断研制能源效益高的炉具，协助客户节省能源。从2003年起，我们推行炉具回收计划，回收用户的旧炉具，然后拆件分类，将有用的金属零件进行循环再造，并将相关收益用于环保工作。此外，我们从多方位推行环保工作，在内部实行5R 绿色办公室政策，并鼓励同事积极参与好似植树等环保活动，以身体力行支持环保。同时，我们亦于2002年拓展环保业务，开设石油气加气站，供应清洁的汽车燃料，为改善香港的空气质素出一分力。今后我们会继续努力，秉承公司使命，为香港以及下一代建设更清洁的环境，为优质生活作出更多贡献，为未来一起迈步向前。